每个案子都要重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以后我们实际上怎么样比较实际。文资局通过以后，再请相关单位提供我们那个监管的计划、监看的计划。这个案子啊，光是从30条是地上的这个部分，看起来对这个司令古迹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可是它最大的影响是它影响地下水。对，那目前就慢慢知道，以前这样的建筑为了改善台北盆地的地基，大部分都有做了这个木桩。那地下水位只要因为这样子降低以后，那个木桩的头就会不没有放在水里面就会烂掉，然后就没有支撑的效果。这个可能要注意的就是，那边也是一样的，国定古迹他们也一直要求对地下水位的这个评估一定要有提出比较明确的那个分析这样子，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也要小心，不要只是看景观的。好，来，那个都是要说明的，针对这一点。地下水位不会，因为我们这边的侦探资料是就是表层跟地下层主要是以粘土层为主，所以它比较是以不透水的一个粘土层。那我们未来开发就是除了开发区内的部分不会做降水之外，开发区外、岛土区外，我们基本上不做降水的措施，所以对地下水的影响算是极微的。那我们在监测上也会针对地下水跟地下水压部分会做严密的一个监测。好，谢谢。好，请来回。我建议在这个开挖的过程，有人在加固地下水，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墙，这个围墙你单边开挖，它可能就会一边没有支撑，这个墙面很容易会造成倾斜或者是修改。所以我建议这两边同时施工。好，开挖的时候两边同时施工，那可以的话呢，就是做斜坑，两边做一个临时的架子。我想这样对这个古迹的围墙，稍微比较有侧面的保障，也从上些的层面。老师，那个张老师一件哈，针对那个台北宾馆围墙部分，我们之前在两次的审议会都有修理员给我很多的建议，去我们多重的保护。首先，我们会在那个施工前会做一个试挖，确定它那个基础的那个形式。那我们会在施工前、开挖前做两侧的一个紧邻围墙做两侧的围形砖去做一个基础的加固。同时，我们基础会做一个也是把它交互，用可恢复施工法去做稳固的一个基础的动作。那在我们监测部分，我们去做加固跟连的这个控制，所以在那个围墙保护上已经有多重的保护措施。好，谢谢。如果各位委员有其他意见哈，我们就本案就针对这个文字法34条的部分来做审议。好，那么我们同意备查。不过刚才委员的意见请这个新工处这个要必须把它列入。那么在通过国定的，就是这个台北宾馆的这边的审议之后，才可以试做。那么也把这个相关的资料再送到我们这边来让这边来做一个调整，好不好？就是把那个资料提送到我们会里面来。那本案我们就同意赔偿，好不好？报告案五，市民邱光华的。好，谢谢。下一案。55号新建串桥工程，我们直辖市定古迹，由八区蓝峰学校讲堂之历史建筑原市林工会长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原市林工会堂于106年3月9日登录为本市历史建筑，原八区蓝峰学校讲堂于106年4月25日指定为本市直辖市定古迹。经士林国小委托丰建筑师事务所办理学校穿堂新建工程，考量本工程与历史建筑古迹位于同一个地号上，仍请该校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移送计划过去审查。本局于108年9月26日邀集薛勤委员、钱浪委员、张坤正委员召开审查会议，会议结论略引。经中整出席委员意见，皆认为该新建工程未破坏古迹历史建筑之完整性，且未遮盖其外貌或阻塞其观览通道。本案续送本审议委员会报告。
这是工程的那个距离历史建筑左下角突出，主管是古迹，右方中山堂是原士林公会堂是历史建筑，都距离有40公尺。然后施工动线皆无临近或穿越古迹的区域。这个是新建穿廊的一个模拟图，那这是它的一个火力面图。米半一士林区光华段二段551号新建穿堂工程，临直辖市定古迹原八自然工学校讲堂及历史建筑原士林公会堂，未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所列有破坏古迹历史建筑之完整性、遮盖其外貌或阻塞其观览通道之余，您请同意备查。二，请申设单位依审查通过之报告书据以执行。三，本案依结论办理后续。好，谢谢。那本案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好，如果各位有什么意见，那么本案我们同意备查，后续依照这个来办理。下一案，报告案六，108年度公有文化资产补助案第三阶段补助经费办理执行报告案，请说明。一、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830条及《台北市古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聚落群考古遗址史迹文化景观补助作业要点》；二、办理情形：一、本市108年度编列公有文化资产补助经费，经常门新台币90万元，资本门360万元，私有文化资产补助经费。经常门500万元，资本门2500万元。一阶段公司核定补助结果，经108年3月18日被审议会第115次会议同意备查在案。第二阶段公有核定补助结果，108年6月24日，本审议会第117次会议同意备查在案。第二阶段私有核定补助结果，经108年8月12日，本审议案第118次会议同意备查在案。二、本次为第三阶段申请，本次申请案为市定古迹总督府农业试验所昆虫部及抢修工程一案。三、本专案小组经可派由民富国委员、詹丁平委员由属于委员组成，108年8月20日召开专案小组审查会议，建议核定一案。本案同意补助经费30%，以802426元为上限，详附建议第3到6页。四、由于申请单位变更计划内容，需请专业小组委员书面审查，建议核定结果，原则同意经费概算数为331万9142元，依前述经费概算补助30%，以99万5743元为上限，详附建了第7页。五、考量年度预算执行及补助效益，前接经核定之预算案，应予签订经费补助行政契约后，方得办理发包作业。补助案执行期间，本局将不定时派员查核及指导监督。108年公有文化资产补助案，如应付至109年2月29日仍无具体执行成效，原核定补助之经费，本局得视情节轻重，撤销废止或纳入后续。六、本现金分配后，私有化资产补助资本门余额44000元，经常门余额48万5000元，公有化资产资本门余额104257元，经常门余额75600元。一半，您请同意备查前述核定补助结果。108年8月20日公私有化资产补助资本门经常门专案小组审查会议记录，及108年10月2日公有化资产补助资本门专案小组书面审查记录，补助分配结果将公布于本局网站。以上报告。好，本案列席的台湾科大有补充？好，各位委员意见。好，做一点提醒，因为以前资料报告案六办理情形第六项比较符合补齐，那个会后要再过来，那业务大家会知道的。不过这里可能也要提醒，现在还有公有的文化资产还有100多万，现在已经11月底了，
能执行的这个部分，这个执行的绩效要掌握的情况。好，各位如果没有意见，我们本案同意备审。好，下一案。同样一，直辖市地古迹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社长宿舍扩大古迹定夺土地范围审议案，请说明。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十七条，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本案办理情形说明：一，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社长宿舍，本府是在民国87年5月4日公告为直辖市定古迹，古迹定夺的土地范围是中正区城中三小段。21号建筑本体所在位置，公告资料请委员详参附件一。本案是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107年12月10日来函表示，从日治时期居住在这里的宿舍人员，活动范围除了刚刚三小段20号以外，还有包括旁边20-2跟20-3号这两笔土地。这两笔土地目前是主要为日式景观庭园，还有钢艇管理员室。四周都是围墙，所以为了古迹保存的完整性，所以申请将20-2、20-3号纳入古迹指定的范围。申请来文的那个附件，请委员详参。那本局是在108年7月23日邀集薛勤委员、李乾朗委员、王宝轩委员、李富国委员、刘淑英委员，召开专案小组审查会刊。会刊结论原则委员都是同意将这中正区三小段20-2、20-3纳入古迹定夺土地范围。会议记录请委员详附件三。这是本次申请的范围示意图。红色的部分就是古迹定夺的土地范围，蓝色的部分有两笔地号，就是本案这一次要扩大古迹定夺的土地范围新增地号。那本案的 B 级 B 型图，20-2跟20-3，航照图。那这是扩大古迹定夺土地范围的现况照片。这是古迹的门口，那四周都是围墙。那下面这一张呢是管理室，那主要都是庭园景观造景。那以下是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那本案钢艇跟管理员室呢，地号上面这两个建物是没有建号登记，所有权人跟管理单位都是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这是108年7月23日五位委员会刊的意见，原则都是同意将两笔地号纳入古迹定夺土地范围。那未来管理维护是由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办。那本案是由所有权人提出，而且具有保存意愿，扩大保存范围后对现况并无影响。乙办，依请同意变更直辖市定古迹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社长宿舍古迹定夺土地范围，另新增古迹指定理由。公告事项如下：一、名称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社长宿舍，种类是宅地，位置是中正区延平南路119号，古迹定夺土地范围、面积跟地号，建物本体是，建物是建号是中城中三小段37建号，建物面积是463.55米平方公尺，建物坐落是城中三小段20-2、20-2、20-3，保存面积都以实际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指定理由跟法令依据：一、建物创建于1930年左右，战后先后为中央招待所及省主席官邸。该建筑属混凝土加强砖造洋房，美丽优雅。入口玄关为拱圈门廊，角柱边有配上仿希腊式建筑。建物整体为南欧风格建筑形式，西部并有如板条墙、融化瓦等日式做法。为当时流行之和洋折中风格，为日治时期高级官员住宅类型。二、古迹周边的景观庭园为整体的一部分，为古迹保存之完整性，纳入古迹保存范围。三、符合古迹指定及审查废止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123款指定基准。二、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好，谢谢。台电这边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要提问？
好，来请修委。一个修正，就是这个第三行，该建筑时采取砖造最好，不要混凝土。好，混凝土三个字的话，到时加强砖造，加强砖造一定是钢筋混凝土，好，不会是只有混凝土，好，混凝土下面是砖的。好，这个人请修正一下哈，这个该建筑属啊属加强砖造洋房啊，那混凝土三个字删除啊，删除。好，各位，那就请大家来填下这个审议单，好吧？来收一下啊。请教一下那个台电，这个这么漂亮的建筑现在在做什么？没关系，我再拿一个。啊，有在住吗？现在是作为我们公司的那个公务员工作，没有，是没有固定人住在那边。嗯，是出差的时候住。也不是出差的时候住，是有可能就是说我们。一些长官要去开会的时候去使用，看起来很漂亮，是没有开放，开放了有开放，但是就是说要先预约，是有特定时间。好，我们下次预约一下。看起来这么漂亮，我看这个图的话，这个很漂亮，台湾也找不到这么漂亮。然后他们把过去台电的电价或者是电价，它的电的供电设施啊，好发电厂上面做的一些叫他们方面，然后也出了一些钻石，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谢谢。好，谢谢这个谢委员的一些让我们了解，也谢谢台电的用心。然后好，谢谢。那本案哈，我们出席为15位哈，那么15位都同意，都同意，所以我们同意变更直辖市定古迹，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社长注册定着土地范围。下一案，02历史建筑南京西路237号即及迪化街一段246号电屋，扩大历史建筑定着土地范围审议案，请说明。案由历史建筑南京西路237号及迪化街一段246号电屋扩大历史建筑定着土地范围案审议案提起审议，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8条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复租办法，办理情形一，南京西路237号电屋即迪化街一段246号电屋于98年2月27号公告为历史建筑，保存范围为立面积第一进。二，南京西路237号所有权人于2007年11月20日向本局申请大同区迪化段三小段466D号纳入历史建筑定着土地范围，本局于2007年12月26日召开专案小组会刊，2008年3月18日经本审议会第115次会议审议同意纳入该地号。办理情形三，迪化街一段所有一段4号所有权人。2008年5月28日向本局申请大同区迪化段三小段461D号纳入历史建筑定着土地范围，本局于2008年7月10日邀集李乾朗委员、民富国委员、詹天权委员、薛勤委员、刘竹英委员召开专案小组会刊，会刊结论率同意迪化街一段4号以建物坐落地号大同区迪化段三小段459460461D号为保存范围，后续将会诊文化资产评估报告续送本审议会审议参考。办理情形四，专案小组委员意见请详参纸本资料。办理情形五，
南京西路二三七号迪化街一段二号建物，大同区迪化段三小段五三五五三六建号，应重新办理登记，建号变更为大同区迪化段三小段一七七零一七六九建号。迪化街一段六号建物应重新办理登记，将大同区迪化段三小段四五八七一地号纳入建物坐落土地范围。原址前街两项调整，您请同意并同本案办理变更公告事宜。六、检附本案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这个是1995年申请的历史建筑资料。那蓝色圈起来的部分是迪化街一段四号的部分。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只有两块红色的，红色是公告的时候登录的范围。那后面的一个空白处就是这次要就是纳入的地号范围。这是1998年的公告，可以看到保存范围是立面积第一级。这是地形地级图，红色的部分是历史建筑范围，蓝色就是这个此案申请新增的地号。那门牌部分，迪化街一段六号，本案调整内容是新增四五八之一地号，迪化街一段四号是新增四六一地号，迪化街一段二号是变更为一七六九建号，南京西路二三七号则是变更为一七七零建号。这是建筑物现况照片。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请委员详参纸本资料。你请同意变更历史建筑南京西路二三七号暨迪化街一段二四六号店屋建号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公告事项。一、名称南京西路二三七号暨迪化街一段二四六号店屋，种类宅地，地址台北市大同区南京西路二三七号迪化街一段二四六号。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南京西路二三七号及迪化街一段二四六号之立面积第一级，建物为大同区迪化段三小段一七七零一七六九五三七四八二建号。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大同区迪化段三小段四五七、四五八、四五八之一、四五九、四六零、四六一、四六二、四六三、四六四、四六五、四六六地号等十一里土地。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变更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建物之特性应有偏紧，考量其特性与建物整体之管理维护与使用，同意新增迪化段三小段四六一地号。二、配合南京西路二三七号迪化街一段二号建物建号重新登记结果调整建号，配合迪化段一段六号建物建号重新登记结果调整地号。三、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配置审查及辅助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登录基准。二、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应审议决议办理后续。好，谢谢。本案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就来填这个意见表哈。好，谢谢。那本案
出席委员十五位，那十五位呢都同意啊，变更历史建筑啊，南京西路二三七号暨迪化街一段二四六号建屋定夺土地范围。好，下一案。审议案三，国立历史博物馆前院植物园遗址发掘申请审查案，请说明。本案是由国立历史博物馆委托国立成功大学刘义昌教授来办理，所以请文科委员刘义昌老师先行回应。坐到后面。再坐下去。主席以及各位委员，大家好。本案说明，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五十七条，考古遗址发掘资格条件审查办法，办理情形说明一：本案是国立历史博物馆为了办理管理原有地下室南侧新增地下室公共服务空间跟出入口，来舒缓原门厅空间不足的问题。那因为可能会扰及地下文化层，所以委托国立成功大学刘义昌教授办理基地遗址的发掘，一直专看有两处。那遗址发掘申请书，之前有经过107年1月15号本审议会审查通过，请委员详参附件一。该两处遗址挖专看的结果是，基地内确定具有两层文化层，上层为植物园文化层，下层原文山原山文化层或训塘古文化层。地质钻探遗址发掘成果报告，本局是同意备查。那钻探延期，由本局指定史博馆保管。那之后，因为史博馆更新新增地下室计划案，那向外扩建地下室面积，所以在107年12月26号提送本案的遗址发掘申请书，送本局审查。那本案的审查过程说明如下：一，本局是在108年3月4号召开审查会议。当日讨论呢，有委员建议，因为确认基地下面有两个考古文化层的存在，确实工程会造成遗址的破坏，需依文资法进行审议会裁决后续的处置方案，才能进入那个发掘计划申请的程序。所以会议结论，本局仍然请史博馆考量这个新增或扩建的必要性，申登资料后再提送本局审查。会议记录请委员详参附件二。修正后的资料，本局在108年8月23号召开专案小组审查会议。会议结论原则上有两点：第一个是请申请单位依委员的意见修正，后续本局会依文字法57条第二项提送本审议会审议；第二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修复再利用计划，本局是在106年8月28号同意备查，但是当时修复再利用范围只有历史建筑本体，没有增建的地下室。若本案审查通过，后续会行使文管依文字法保存，重新提送修复再用计划送本局审查。会议记录请委员详参附件三。那本案的遗址修正的申请书，史博馆修正完以后，在108年10月23号提送本局。那依据修正后的发掘申请书，本次有再次修正发掘范围。原则上分为三部分，有原建物下方的开挖，跟既有地下室的开挖，跟新地下室的开挖，总计挖掘最深为5.9米，总计发掘面积是619米立方公尺。那本案因为位在植物园遗址的潜在范围，是否同意本次发掘申请，所以续送本审议会审议。那本案的修正后的遗址发掘申请书，请委员详参附件。这是103年本局委托办理台北市植物园遗址管理维护计划成果报告的建议的遗址范围，红色的部分就是建议遗址范围，蓝色部分是敏感区域。那国立历史博物馆就在这个建议的遗址范围里面。那这是107年1月15号审议会通过遗址发掘的计划，橘色的框线是现况地下室的范围。那橘色这个是这个黄的部分是未来延敏新增地下室公共出入口的空间。那当时有申请两个地址的钻探点，就是 BH1 跟 BH2。那这次这个是本次新增地下室的计划，要向外扩建。
本次申请开挖的工作范围，想就白色的部分，那蓝色的部分，就捷运万大线，黄色的部分是万大线 LG02的站体。那这是遗址发掘申请的范围，灰色的部分是历史建筑建物的范围，那黄色的部分是目前原地下室的范围。蓝色部分斜线的部分是从历史建筑下方要往下再开挖 3.6 米，红色斜线的部分要从既有地下室再往下开挖 3.6 米。那蓝色绿色斜线的部分是从就是新地下室就是增建面积比较大的开挖的底部高层就是 5.9 米。那总计发掘面积就619米平方，深度开挖地下室最深是 5.9 米。那这是本案的地级地形图，历史建筑坐落是南海五小段390-1号，那本案的航照图，那目前基地现况的照片。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以下是由国立历史博物馆委托成功大学来进行遗址发掘申请的详细补充说明。好，是那个刘教授要来做简报是吧？还是先请历史博物馆 ？OK， 好，做个说明。好，那个高副馆长，谢谢。主席以及各位委员，大家早安。历史博物馆从去年呢闭馆到现在呢，已经即将超过一年。那我们呢整个的工程，尤其本馆部分还有库房呢，都陆续在开工当中。那有关地下考古挖掘部分呢，就是一直还没有审议通过。那我们希望说，因为我们在2021年的年底呢，即将要开馆。那如果说这个地下开挖的部分呢，会牵涉到史博物馆未来的整个动线。那假设没有通过的话，我们整个的设计图呢势必得再更动。那所以呢，我想呢，在这闭馆期间呢，包括网路，还有包括监察院，甚至立法院呢，我们这一次的那个预算都被冻结哦，因为我们的执行率很低。那很低的原因是因为实际上呢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在今天呢大会里面呢，期待呢，刘玉昌教授，我们委托的成大呢，替我们有关那个地下考古的部分，做深入的简报，并希望呢，就是今天能够决议，让您知道未来能够何去何从。以上是史博物馆的补充说明。那现在我们请刘教授帮我们做地下考古开挖的那个说明案。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与会的同仁，还有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就是我这个案子我提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依法，假若要做考古遗址的抢救发掘的时候，那我就必须要提送这个发掘申请书，而且申请书依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这个执法考古遗址发掘资格条件审查办法提出，它具有三个要项啊。第一个要项是考古遗址发掘申请书，它是一个表格。然后第二个是发掘申请书里面的发掘计划书里面的项目，一共有12项。那第三个是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的同意书。那一下午就很快的过这个资料啊，请多谢。那这个是考古遗址的基本资料，一个发掘的，这申请书就是一个表格。那我根据这个表格把图、把文字的说明都放上去，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有指定的动作的考古遗址。虽然我们的文化局曾经在早期做过要指定的这个事前研究，但是后续的动作并没有做完，所以它还是属于法定的遗式遗址。好，下一张。好，这个是后续的这个表格上的资料。